这把能不能用四轮车呢？我这把牛，哇，这把就暴力了。这把全同花顺全雷打，我这将会创造一个记录，哎，有点小兴奋。说啦，你们没啦，不会打飞吧？OK，不会打飞。这把就是翻转的结构。A 队应该是天下无敌。非常干脆的压过 K 队，第二蹲就同花。哦，抱歉兄弟，同花顺。哦，72分的全雷打，同花顺级别的全雷打，铁之虚无缥缈。天台肯定可以碾压，不过他们胜率好高，我的胜率相对的低。上，同样是我的分是占的，非常的漂亮。又有个铁，稳了呀！加零。
哦，加三可以。哎呀，可惜了。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传出去。